你能够跟他说话，他能够帮你赶蚊子，吸附家里五种有害气体的空气清净机。哇，四八六开箱秀。今天四八六开箱秀要来为大家介绍一台非常厉害、非常棒、非常好用的空气清净机，那就是 LG 第 3.5 代的大白空气清净机。 LG 的大白系列呢，它到目前为止呢已经卖了10万台了，在台湾是口碑非常好的一台空气清净机。那它在第 3.5 代大白，它跟之前又有什么样厉害的地方呢？这一台啊，请各位一定要认明，第一个前面有这个蜂巢，第二个呢上面这一圈的白白的呢跟你的机器一样都是白色的，那这个就是486团购独卖的第 3.5 代大白了。它这还非常厉害的地方就是说呢，之前以往的那个大白啊，它的电浆抑菌离子呢浓度是200万，但是这台呢它已经提升到500万了啊。那抑菌电浆离子它可以随着干净的风呢，好，然后均匀扩散在我们家里面的室内，好，然后达到呢抑制细菌病菌好这样的一个作用，而且还有除臭。然后呢，另外啊，它这一台更厉害的一个地方呢，就是哦，我们知道每个人家里呀，房子呢总难免会有一些木头啊、贴皮啊、装潢啊、油漆啊、粉漆啊、壁纸啊，更多更多的资料一再的显示呢，这些东西、这些粘着剂呢，它会慢慢的在空气当中呢释放呢各种有毒的气体。所以呢 ，LG 啊，它的一个除臭滤网呢，现在已经可以达到吸附家里面最常见的5种有害气体。很多朋友可能也会像我一样，也是想说啊，种点绿色的植物，好，然后勿忘掉哦，这个是绿色植物会帮我们吸一些什么不好的空气呀，哈，那有害的气体。但是呢，它会不会真的去吸附这些气体呢？老实说，我自己个人是还蛮怀疑的，因为我们从来没有看过有一份数据啊，哈，来显示啊，哈，这些植物它到底会不会吸什么东西，我们也不得而知。那我也不太可能把家里啊种的花花草草种了一大堆的一个东西，但是很简单，只要买 3.5 代大白这台空气清净机，它的这个滤网呢就可以有效的去吸附我们室内5种有害的气体了。所以这一台呢，保持以前瘦瘦高高，又有更多的电浆离子，以及呢更棒的一个过滤有害气体的滤网之外呢，它还可以帮你赶蚊子。它这个超音波的这个驱蚊呢，它可以有效的达到60%好的一个驱蚊的一个效果啊，但它没办法做到100%哈，但是至少100只蚊子会来你家，好，然后你把它赶出去60几只啊，那个这个效果我想已经算是还不错的。现在呢，还有更支援的那个486专属的华硕音箱，我们还可以用语音啊来控制。举个例，关闭大白空气清净机。好的，为你关闭空气清净机。所以啊，可能例如说我们现在准备要出门了，或者是你可能在切菜，啊，你可能在做什么，你发现空气品质质量不是很好，哎呀，怎么一看大白没有开，啊，你可以请音箱来帮你开。那日后啊，我们希望还能够发展到例如说它的消耗品滤网快到期了，它也会通知你，主动告知。甚至说呢，以后能不能做到例如说啊，我想要睡觉了，啊，它自动呢就会开启睡眠的模式。好，当然这有些功能呢我们必须要给华硕跟 LG 一个时间。我以前以为啊，这个很简单嘛，好像就弄一弄就好了，但是殊不知所谓的弄一弄是一个非常庞大的一个工程，因为两边的东西要去对口，要去串接，要去什么什么等等等等。但基本上是这样子啊，哦，LG 现在全系列的家电都可以跟我们486专属的华硕音箱好来做串联呢。不光只是说跟那个音箱来做互动，而后呢我们可以用音箱来跟所有的家电来做控制，结合这个音箱哦，可以给我们带来生活上非常大的便利。那各位可能想说，哎，这个音箱可能很贵吧？其实还好，如果哈你随机加购这个音箱，我们还有一个优惠的价格。现在同时有了它，爸爸妈妈再也不用像我老花眼镜还要去看 app， 哦，很小，然后还要再滑滑滑找 app， 太麻烦了，动嘴巴就好了。LG 3.5 代大白就在486，帮我打开大白。好的。启动空气清净机，来为你过滤空气。App 和遥控器再怎么方便，也没有用嘴巴来声控方便。现在就搜寻486团购，或上486shop.com。